五方神设法，第六句看起，遍有净空诸法身得恒法妙音，令听者皆欢喜解脱门。六七这个意思很明显，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就省略了啊。诸方神的德号啊，遍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里头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没有界限，啊，净虚空遍法界，是道场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也要以虚空法界为我们生活环境的空间，这个样子你的心量自然就脱开了啊。凡夫无量劫来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，实在讲呢，就是心量太小了啊。往年我讲经曾经说过，希望把心量脱开，把六道挤破，不出去了吗？虽然你心量太小了嘛，被六道困在里头，你就可怜，你就没办法了。我们把心量脱开啊，六道了就挤破就没有了。哎，这是好办法啊。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常常做如是思维。你看佛在大经上不是教给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时时刻刻想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，这两句开始说得好啊啊。我们只有在一些佛寺里面才念这两句话啊，没有把这个两句话常常放在心上啊。如果常常放在心上，心量自然就脱开了啊。清净平等觉不难现前呐啊。名号里头净，净则不染，空就不会执着啊，有丝毫执着就不空了，就不净了。不但世法不染着，佛法也不染着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是因缘生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佛法跟世法是相对建立的，凡是相对的都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全是方便法啊。我们凡夫必须啊依这个方便法了去悟真实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悟得真实呢？你要把这个方便法放下了，你才能悟入真实。如果方便法不肯放下，方便法又变成障碍了啊。这是我们很难脱离困境的因素啊！
啊，所以佛在《般若经》里头教导我们：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啊，一切法都应当要舍。啊，非法呢，就是泛指一切世间法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这个舍就是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不是说事上舍掉了，那你就搞错了。啊，有很多人听到我们常讲看破放下，啊，他学放下，他工作也不要了，啊，家也不要了。完全错会意思了，然后写信给我发誓，我统统放下了，现在我生活没有着落了，怎么办？啊，现在没饭吃了，这个错了，没叫你这个放下。啊，要知道事没有妨碍。那华严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什么东西有碍呢？心里头有挂碍。那才叫真正有爱啊！所以不是叫你在事上放下，事上要放下了，释迦牟尼佛何必现身给我们说法呢？这事吗？啊，说法49年不多事吗？啊，可见的释迦牟尼佛并没有把他的工作放下了，他选择这个行业。我们也在讲习里多次地跟大家说明啊，啊，人活在世间一定要有正当的职业，啊，有正当的工作，啊，这才合乎天然的法则，啊，自然法则，哎，大自然生一棵草。啊，生一朵花都有它的目的，都有它的意义。啊，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当然也有目的也有意义嘛。这个要懂得。啊，所以他一定要选择一个正业，把正道讲正业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选的这个正业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他这一行就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。啊，我们仔细观察，啊，他一生所作所为，啊，确实是如此啊。他很负责，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一切人做榜样。啊，他从事教学工作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记载的，每一天讲经说法8个小时啊。啊，经上讲20说法，印度他们计算时间的单位，啊，在古时候，他们把白天分作3个时辰，夜晚分作3个时辰，昼夜60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是西方人分的单位，分成24个时辰。啊，所以我们叫它做小时。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把昼夜分12个时辰，啊，用子丑寅卯来代表。啊，我们中国1个时辰是现在的2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称它做小时。啊，小时只有中国人称呢，大概在外国没有称小时的。啊，中国称小时。它比中国的时辰小，那么中国的时辰比印度时辰又小，所以印度那个时候的一时是现在的4小时，
二十讲经，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啊！你要说学佛消极，那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啊！啊，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这就是当教员上课的，哪一个老师一天上八个小时，一年到头不间断的，也不休假的，全世界都找不到啊！啊，怎么能说他消极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行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觉得他这个行业好。啊，实在讲，我这个行业是张家大师替我选定的。啊，他给我分析讲解，这个行业好，这个行业一生呢，绝不造罪业。哎，我想想有道理。啊，你从事其他的行业，有的时候会造业，会伤害社会，会伤害别人。啊，唯独这个行业，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，只要你认真去学习，啊，决定是积功累德。啊，我听了老师开导之后，想想很有道理。啊，所以决定下定决心，啊，来学佛。啊，那个时候只是学佛而已，还没有发心呢讲经啊，总认为讲经这是难事，这是我们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啊，我是经过朱金咒老居士的介绍，啊，认识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看到我对讲经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，啊，这样谨慎，啊，不敢发这个心。啊，我去亲近他老人家，啊，这个机会呀，遇得太巧了。他正好在台中啊办一个经学班。台中林社的分的有很多班，啊，大概有二三十个班，啊，各种才艺都有，啊，你说学国文的有国文班，学诗词的有诗词班，学绘画的啊，学书法的哦，他们的班很多，啊，大概那个时候有二三十个班，啊，这个经学班呢。是学讲经的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呀，到我们经学班去看看，啊，他们经学班上课规矩是不准人看的，那为什么呢？有打有骂，是啊，而且跟老师学的学生呢，你看看最老的学生林堪志就是六十岁。啊，六十岁也挨骂了，也挨打了，你说那个东西多难为情呢？啊，年岁最小的大概都是25岁以上，啊，没几个，啊，绝大多数啊都是40-50岁的人，啊，所以上课啊，外头派人呢、啊、巡回，巡回呀、啊，把游人都赶远。不能够接近啊！这个里头老师骂人打人啊，所以老师很难得啊，让我去参观一下啊，
到里面去看看，听听看他们怎么学的。啊，我听了一堂啊，一个小时，听了一堂之后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可以学，像他们这样我行。啊，把自己学讲经呢，这个心生起来了。啊，我一看老师那个教的方法，那个讲经是佛讲嘛。啊，同学当中要从能力上来跟我比，那都还比不上我。啊，我的理解力、记忆力比他们好。啊，我听一遍，至少能够记住90%。我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他们这同学没有这个能力呀。啊，我理解的能力也比他们高。啊，所以他们能学，我说我也可以。啊，所以这样就参加他的经学班了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参加经学班，这个第一堂课就是阿难问世佛偈胸经。啊，就学这部经。进度差不多是一个月学一部经。啊，那么老师要求的标准是要会讲，要生大作，啊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呢给大众讲经。啊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啊，这个经你学了没有出去讲一遍，那你不算学会。啊，一定啊要在大座讲一遍，啊，老师自己也来听，啊，他听经通常坐在最后一排，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扩音器，啊，他坐在最后一排，他要听不见呢，你讲的不及格，啊，所以你要有足够的音量，让最后一排啊也能听得清楚。现在方便呢，现在有扩音器，方便多了。啊，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啊，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。佛家的道场，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学校啊。殿堂就是教室啊，啊，大雄宝殿是大礼堂啊，啊，大礼堂上做什么用呢？共同科目的，一起在一块学习的，啊，这个经教是在大雄宝殿教，啊，如果分科的。啊，在寺院从前它有分科，啊，这一个寺院可以开好几个班，啊，你喜欢学哪一部经论的，啊，在哪一个殿堂上课，就跟学校一样教室，啊，那么这些老师都称为首座和尚，啊，首座和尚分坛说法了，跟现在学校上课没有两样啊！所以这个道场它有道风，有学风啊。学风是学经教啊，啊，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啊，这是学风啊。道风呢，就是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当中，你要做到啊，你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？所学非所用啊，这个是佛法里头
不虚的，学了就有用处啊，学了就能帮助你生活，帮助你工作啊，帮助什么呢？帮助修行行。是我们的思想行为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包括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啊，今天讲宇宙观人生观啊，帮助我们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种种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，这些里面有错误，这些通通叫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换一句话说，修行就是改正在生活当中的错误啊。改正的标准就是佛的教训啊，我们的思想跟经典的理论相应不相应？相应的，我们要知道佛的思想见解是正知正见，以它为标准啊。佛的言行是正语，是正行啊，正业都以佛为标准啊。时时刻刻来对照啊。如果响应了，我们很欢喜啊，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。如果相违背，我们自己要检讨，要忏悔，要改过啊，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他这个学了他真有用啊。我们在一般学校学的东西啊，未必真有用场，这个佛法学了马上就能兑现啊，确确实实做到了现在人所讲的何学何用断我修善啊，这总的说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啊，这个是从总纲领上来讲啊。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啊，都能够相应呢，这叫学佛啊，这个是佛陀教育啊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元文化的教育菩萨的名号，这四个字含义很深啊，从事上讲，从相上讲，那就是普度众生啊，不分故土，不分种族啊，
不分宗教，一律平等对待。佛家常说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就到哪里去。什么叫缘呢？这个地方有人想学，有人来祈请，这就有缘。他不想学，他不请你，这是没有缘。你想教他也不行，他不想要，不想学。你去也是白费。这就是所谓佛不度无缘之人。有一个人请也要去。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呐。那么到底要不要去，要看先前环境。如果同时有许许多多地方，许许多多的人来邀请，那怎么样协调，把这个先后次序排出来，协调我们自己没有成见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们自己去商量。去把这个旅行的先后次第排出来。总要大家了欢欢喜喜。如果有争执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佛法决定没有争执，争执不是佛法。违背佛法了可以不去。佛法是无争法了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接触哪一类的众生，一定要保持静，要保持空。静就是决定没有污染啊，空是决定没有着相。金刚经上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空了。不但相不能着，念头都不能有。那个念头就是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那个更微细了。比相还微细，相粗。间隙粗细都不可以知出。那么这个说法是从四相上讲的。从理上讲呢，便有净空是法界，虚空法界，遍有虚空法界，当然不是我们能做到的，法身大士才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现前这个能力可以周游这个地球，地球外面现在还没办法去。看再等几年，这个外太空旅行的工具要有了，也许可以到其他星球去观光旅游。现在还不行。但从理上讲呢，
虚空法界，法界是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啊，也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。啊，他们说不同维次的空间，佛法里面讲十法界，啊，讲百法界，讲无量法界。我们身体虽然达不到，我们的心愿要达到啊！啊，不能没有这个心愿呐、啊！啊，有这样的心愿，这个心愿决定不失去，我们总有一天会满愿。啊，最快速的方法呢，就是愿生净土。啊，你看看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佛在《往生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生活状况，他们每一天都到十方世界去供佛、去闻法、去游化了。那就是超越时空了、啊、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！去西方不能不去啊！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就是他方诸佛国土，要修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种生活状况啊，那么大的生活空间，一定要修到圆教初住菩萨啊，你才能超越啊。你要不是圆教初住菩萨，那你的活动范围只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佛土啊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你没有能力呀、啊，自由的去参访，没有能力啊。啊，但是西方世界呢，它不同的地方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我们取西方净土，确确实实有把握啊！啊，有保证的。谁给你担保呢？《大乘无量寿经》是保证书啊！我起心动念、言行造作都与经典所讲的相应，这就是保证啊！啊，我起心动念跟他讲的不一样，那就没法子保证。果然一样，就决定得胜。啊，所以《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保证书啊！啊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担保啊！你看，《弥陀经》里头六方佛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里十方佛藏，那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共同来担保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这样殊胜的法门不能相信啊，不能够采纳，那真的是没有善根了 啊， 真的是愚痴到极处啊！啊，还有一等人还要障碍别人学这些经典，
学这个法门，那他的罪过啊，就像佛在经上讲的，决定是阿鼻地狱啊！啊，你要晓得这个经它有多大的功德，反面它就有多大的罪过啊！这个比例，我们应该要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依照这个经典修学。劝导人修学这个法门，是出世间第一等功德。那么你障碍阻挠，那是是出世间第一等的大罪。啊，比发动一次战争杀亿万众生的罪还要重啊。明了的人决定不敢起这个恶念啊，起这种恶念的人都是迷惑颠倒啊，罪障深重啊。菩萨遍游十方世界干什么呢？底下说的恒发妙音，啊，妙音是诸佛菩萨说法的音声呐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能令一切众生转恶为善。这个也是妙音啊，能令众生转迷为悟啊，那就更妙了啊，能令众生呢转凡为圣呢，那是妙到极处了啊。凡是这些音声呢，在佛法里面通通称之为妙音啊，妙音当中的妙音，那就是《无量寿经》最后佛给我们大家授记，娑婆世界众生念佛往生净土，将来在极乐世界啊修成了，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啊，拔相成道去教化众生呢，都叫妙音如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呀，这个皈依证里头啊，法名通通用妙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果相应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妙音讲到下一点啊，讲到妙中之妙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啊！不但凡夫没法子了解，许多菩萨都不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啊。我们借此能够相信，听到能欢喜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如果过去是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你听这个名号很难接受啊。你看看我们看到许多同学提的问题啊，说学这个无量寿经，念这个阿弥陀佛念的好几年了，太单调了
啊，念到没有味道，是不是可以能多学一点其他经论？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语言他有了，他接触到了，善根福德不够。啊，所以佛在弥陀经上教我们了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我们一看念了这些年，念到没有兴趣想改别的，善根福德少啊。啊，真正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这句佛号越念越欢喜。啊，可以不吃饭，可以不睡觉，啊，欢喜到那个程度。啊，越念越有精神。啊，到疲倦了，念几句佛号，精神就起来了。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波州三昧？啊，90天。不睡呀，不躺下来呀，不坐下来呀，啊，叫佛列三昧，啊，站着、走着，啊，我们讲精行，90天呢，啊，什么真正的发喜，啊，如果念佛还有懈怠疲倦，那决定受不了，啊，别说90天了。9个小时你都熬不下去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修波州三昧那是功夫得力的人啊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中国大陆听说还有这种念佛人。啊，李牧原居士从中国回来告诉我，啊，有一位老和尚念佛，常年日夜都不睡觉的，啊，有些人不相信，去看，他几个人轮班去看，因为他们没办法，他没这功夫啊。结果证实果然如此，啊，这大家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啊，那么最近我们听说，啊，长春那边有一个比丘尼常慧法师，啊，也是一心念佛。听说200多天没睡觉，啊，日夜佛号不间断，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善根福德深厚，啊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，啊，你愿意做，善根福德是比不上人家。但是可以加强，啊，只要你真正肯修，你把你那个不足的善根福德可以提升的，啊，可以加强，可以提升，啊，头几天你会比较想辛苦一点，啊，你一定要克服。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会很正常，啊，不需要睡眠了，啊，饮食也会减少，精神饱满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是无上的补品啊。啊，你的精神体力不会衰竭。
可是一般人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怎样修学。念佛如是，实在讲持咒也能达到啊，讲经说法也可以达到啊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天讲八个小时经他不疲倦啊？那么我想你们现在同学在发心学讲经，现在刚刚开始啊，昨天晚上我就听听啊，还不错啊。初学的同学我问他，你讲了几个小时了？他说六次，昨天晚上第六次。以前有没有上过讲台？说没有啊。他说告诉我，上讲台这个心总是慌慌的。哦，是那正常，每一个人初上讲台都一样嘛啊。什么时候上讲台心才能定下来呢？大概总得有两三年吧啊。没有两三年的时间，上讲台的心定不下来啊。两三年能把心定下来很不错了啊。一般真正在讲台上能稳得住至少要十年了啊，那就是遇到就是大官贵人啊，名流学者啊，大善之时，他们坐在底下你还是如如不动照讲你的，大概要十年啊，否则你没有这个定力。普通人来讲，行，你还有这个功夫啊。如果遇到那总统来听了啊，院长来听了，你就会胡说八道了啊。遇到真正是个行家啊，对佛法真正通达的善知识，到那里一坐，你也慌了啊，你自己做不了主了啊。所以至少要在讲台上十年啊，那就不会受外头境界影响了啊。总要练的，不练不行啊啊。就学讲经的人，讲台一天都不能离开啊。现在刚刚学，一个星期讲一次啊，希望一两年之后呢，一定要做到一个星期讲两次到三次啊，不断向上提升的，提升到每一个星期至少讲五次啊，这样训练才能够成功啊。学讲经这个方法技巧学会了，如果没有讲台给你练习，半年就生疏了，一年就忘得干干净净啊。所以以后你成败的关键就在讲台啊，你要不离开讲台才行啊。可以不要道场，不要寺庙，但是讲台是一定要的啊。听众多少不拘啊啊，没有听众啊，这坐一板凳在也可以跟他讲啊啊。总而言之啊，要有恒心，要有毅力，要坚持下去，你才能搞得成功啊。讲的是讲到时候呢，越讲越欢喜啊。我想许多这个讲经的法师居士们都有这个经验啊。三天不讲经啊，身体疲乏，感到很累，讲经就不累
啊，讲经身体非常轻快，啊，不讲经的时候身体很重，很累。啊，我相信许多人有这个经验的，我也有这个经验的。啊，什么时候疲倦呢？不讲经时候疲倦。啊，精神提不起来，啊，讲经的时候精神饱满，啊，一丝毫疲倦都没有，啊，那么套一句佛家的这个术语讲呢，叫过中三昧也，啊，你能够得到这真实的受用。他道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狠，永恒啊，永远没有休息，就像普贤菩萨一样，无有疲厌的。经要讲得好，要真正能够摄受人心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依教修行啊，把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变成自己自信的经典啊，这是真实的，绝不是虚妄的。释迦牟尼佛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呀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明心见性，借佛的经教，我深入的理解，完全做到不知不觉，信德就现前了。啊，因为经教字字句句就是信德的流露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明心见性呐。啊，宗门是用参究啊，教下所谓大开圆解，哎，就是你起如了。起如我跟诸位同学讲的，心解心证。啊，初学有这四个阶段，其余之后啊，四个阶段融合成一体了。啊，念念当中是心解心证，行行心解心证，然后你再看这个经文，字字句句。无疑不是心解心证圆满的。华严经上讲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啊，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然后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无有一法不圆融，一沙一地都具足一切啊，净虚空变法界一个也没漏掉啊。我们如何入这个境界？这时佛跟化身菩萨们果地上的境界，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真相啊。怎么契入？头
头一个障碍就是我执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身见啊，五种见惑里头头一个身见，身见就是我执啊。啊，身见的起用就是自私自利啊，你这个关不能突破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说实在话，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修复，善根福的深厚啊，为什么不能弃如？就是这一关不能突破。所以一定要晓得，自私自利是害惨了我们呐！啊，你知道他生生世世害惨我们，这叫看破啊！你认识他了啊，真正看破了，那当然会把他舍下嘛。啊，只要把这一关突破，往后就容易了。这头一关最难破的。你进不了门嘛。啊，这个破第一重关，大小乘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小乘的方法很笨拙，非常不容易突破。啊，佛在经上比喻小乘的方法，啊，断见惑，如断四十里瀑流啊。啊，那个瀑流是我们讲的叫瀑布啊。啊，这个瀑布面积四十里，你一下把它截断，让它不流，谈何容易？但是大乘的方法呢，方便的。大乘教导我们，我们怎样去突破呢？不必作意啊，去断，啊，去不去破这个身见？只要转念头，起心动念呢，想别人，啊，不要想自己，念念想，怎样叫别人得好处？怎样叫别人得利益啊，渐渐就不知不觉把自己忘掉了。他用这种方法突破，这个方法比小乘实在是高明太多了啊。对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控制啊，干涉这种的念头要淡忘啊，要消除啊，啊，对我们这个功夫就不会造成障碍了。凡人都有对一切人事物控制、干涉、占有，这是麻烦大了。全是自私自利啊！说自私自利是总说，这个给你细细分别，稍稍有这个念头在，都是自私自利啊！所以要把自私自利破掉。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法，无论是法、佛法，啊，决定没有干涉的这个念头，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我们就得大自在了，就得真解脱了。你管人家的事情干什么？啊，管人家事情自己掉火坑里去了。不能管呐、啊！
不能管你才能往上升呢，往上飞呀、啊！一管就被人拖下去了，拖下水去了。啊，千万不要执着哦！我有权利来管，你有权利堕落，不是管。啊，决定不是往上升。啊，管得不好就一身罪业，啊，三途地狱去了。啊，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举的例子，曹操爱管闲事，堕地狱啊，变畜生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是因果报应书里头有记载呀、啊。好像《安史全书》里也提到这个公案，啊，这是过去不晓得哪个朝代杀猪，啊，这个猪杀了之后，毛挂了之后，这个肚子上有几个字“曹操其士身”，啊，曹操已经投这个猪胎已经第七次了。啊，这是从地狱出来之后啊，投畜生还债呀、啊！你杀多少人啊？杀人要偿命的，绝不是随随便便杀了就没有责任的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你杀多少，你将来还多少命债，这还得了吗？那欠钱的还钱，杀人的偿命。因果同三世啊！啊，要说是没有报应的，没这个道理。成了佛，还是要还债，还是要还命。啊，不能说成了佛就没有因果了，没这个道理。释迦牟尼佛有马麦之报啊。啊，释迦族遭琉璃王，毁灭。啊，这都是明显的显示给我们看，善因得善果，啊，恶因必受恶报。中国古人对于善恶报应非常重视啊，这在中国古籍里面儒家十三经啊，道家的老子庄子几乎先秦诸子百家都讲到这个问题，而且非常重视啊，劝人断恶修善了啊，《易经》里面给我们讲万物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。孔老夫子说得好啊，游魂为变，这是讲生物的起源啊，就是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啊，精气为无，这是讲山河大地啊，植物矿物的来源啊，夫子说话不多啊，啊，大夫的清清楚楚啊，跟佛家法相唯识宗的讲的完全相同
啊，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，啊，夫子的说法跟释迦牟尼的说法是完全相同，啊，这真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英雄所见，大略相同。啊，《法相唯识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宇宙生命的起源是自信的，真如自信，一念不绝而有无明。啊，从无明，那就产生变化了。无名不觉生三系啊，啊，三系相，那就是夫子所说的这两句话啊。三系相里面，这就讲到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啊。自证分是体呀、啊。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精神呐、啊。有恒为变是讲见分呐、啊，精气为无是讲相分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所有现象从哪来的？啊，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？啊，父子两句话，但是很少人能够懂得。我们如果要是不读佛经，这两句话也不懂，囫囵吞枣啊，含含糊糊，结果一读《法相唯识》的经论呢，哎呀，对夫子这两句话佩服到极处啊，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啊，事实真相通通弄明白了，所以佛在般若经上给我们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这里头凡所有相连这个佛法世间法全包括在里头啊。佛说这些话叫我们干什么？意思在哪里？意思就交代我们，这些一切法你可以受用，不可以执着啊，不可以控制啊。你要是有动那个念头想控制它啊，想执着它，那叫无明，你的无明起来了啊。无明决定会变成烦恼，烦恼会变成业障，麻烦就大了，业障就把这个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三途恶道，本来没有啊，啊，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，自作自受啊，确确实实没有这桩事情啊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这个一切有为法不但是包括六道，十法界都在里头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呐、啊！啊，这个样子你才彻底放下，彻底放下，那就是诸佛如来，就是化身菩萨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还没有完全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极其微细的，啊，那一种控制啊、干预啊那种意念，极其微弱。到化身菩萨断干净，绝对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不肯放下。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自然会放下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放下得大利益，得真实利益了。不肯放下，你所得的利益都是虚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懂。啊，菩萨说法，令听者皆欢喜。啊，从这里得解脱。啊，此地的解脱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正果啊，啊，正无上菩提。啊，这个是解，啊，解是念这个名词，啊，谢是讲当动词，这是个破音字。啊，把它解开了，什么东西解开了？烦恼解开了。妄想解开了，分别解开了，执着解开了，啊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脱离十法界了，啊，证得一真法界，解脱是证一真法界，啊，所以那个解是对因上讲的，脱是从果上讲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说的很粗的相，啊，这粗中也有细，啊，那就是对于一切人事物不能有丝毫的执着，啊，决定不能有控制这种意念，啊，不要说我想怎样，这个都是找麻烦。啊，应该怎么样？恒顺众生，你们大家喜欢怎样就怎样。啊，诸佛菩萨绝对没有说我要怎样做法，没有。啊，我要怎样做法？六道众生有。啊，连摩西首罗天王还说我要怎么做法？啊，凡夫啊。没觉悟啊，没觉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你们喜欢怎样就怎样，一切随顺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，到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那你多快乐，你多自在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总结在行门上，自在随缘，啊，如果像一般人讲，我们生活的目的生活目的是自在啊，生活的意义是随缘啊，随缘跟大家一起快乐啊，古人讲与民同乐啊，我们比他还要高，与众生同乐，与大自然同乐，比他高多了啊！你要不随缘呢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与别人同乐了，随缘才能与一切众生同乐啊，那么我们从这一位主方神来看啊，这是全心全力从事教化众生的工作
啊，从事于教学工作，啊，从这个里面正果的，啊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